OK， 你看那个网友吗？快点了，快点了，讲话，听得嘞。像做贼一样的。陈。陈什么？陈秀威，陈秀威。秀是什么秀啊？秀是，那个什么，下面有一个奶字这样。啊，秀，优秀的秀。啊。威呢？威是什么威啊？是小威的威，上面是草字头。草字头。威威，草字头一个威啊。嗯。哎呦，讲话都讲不清楚了，真的是。嗯。讲话嘛轻的嘞，哎呦，这种都是阴气很重的表现。大概2013年。嗯。大概2013年去世的。陈秀薇啊。嗯。女的是不是啦？啊，女的。个子不高是不是啦？个子不是很高。哎，不是很高，脖子也不长。鼻子，哎呦，请问，哎呦，他的嘴巴，他的嘴巴走的时候，嘴巴里边全烂掉了。嗯，他那时候是中风。对呀、啊，血全部积在嘴巴里呀、啊，他还吐过血、嗯，死的之前，哎呦。嗯，请问他现在是在下面，在下面，还在下面。嗯。请问他还要需要多少张小黄纸？再给他念念看吧，86张，看看能不能到天界。86。啊，看能不能上去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好的。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大师傅。嗯。